医疗看世界，一起看世界。因为部落族人的支持，所以越来越茁壮。我们用台湾原住民族的观点看全球新闻，更要让社会大众掌握全球新闻的脉动。全新时段，丰富内容，隔周星期一晚间10点，台湾唯一原住民族国际新闻节目《一打看世界》，一起看世界。